看起来都超难的。哦，开始全镇阵容来决定地点。这样好。你不打姓北的吗？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一把贝。Angus Khan， Jane Day。姓北的吗？不要你挑。好吗？扫描到真是最大的。对，既然我上来第一道就叫了，可以交差了，耶！可以交给那个姓碰的。我要消音，我要消音。你这两个放哪？放里面、啊嗯。放右边。战斗开始。然后那个放另外一头的左边。太扯了，这是双击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。哇，好难钻哦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，成功了。对对对。对吧？嗯，对。我干！干按三五哎，三五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我是想要上来打，打。两次都废招，取消。有招呼啊！招很硬吗？招龙点。旋转重点还选拼了啦！很好的。而且几乎太慢了，不会失误。嗯。走路还是紧凑，还是很。对啊，对啊。重点停下轮盘吧。船长。超级。跟你拼了，船长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，成功了。为什么每次来第一道都会叫出来？因为我太强了，强太强了，直接第一道，非常强力。再一个三五，就三三五了。西方美露也没有用。西方露牌子要给他掉，如果是三五。Rockstar， 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啊，开始吧。高裤子，高裤子，攻击！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究极技能，究极，很惨，北进北的打架，不怕你绑定。最好打中要害了。身体最强的力量被解放了。把时间。你只有哈尔出现了。你爸爸。打中要害了。蜘蛛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！三块，放哪？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。怎么？走。是高级球。有，那张 USB 的那个就好了。这是成功捕获终极级别的。那晚一点再看好了，要这也没有啊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在外面呢、啊。想回去。
用你的神奇宝贝交上对方的神奇宝贝吧。啊？我懂懂啊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结束，取出天下板。耶，招财两次。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